国家体育馆冰之帆，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和部分女子冰球的承办场馆。无论是场馆走廊里的冰球海报，还是随处可见打冰球的冰墩墩，无不流露出浓浓的冰球气氛。但是要论国家体育馆里最凝聚巧思的冰球元素，那绝对是这个小物件。这是咱从场馆里捡来的吗？这是国家队打折的。这是上次比赛打折的，然后留下来之后直接就做成这种。先把它们锯开吗？对啊，锯就是锯一段一段一段的，一般都锯正好是正好是一手握的。这就是冰之帆的非卖品，手工自制更衣室钥匙链，一把小小的钥匙，一根废弃的冰球杆，被心灵手巧的师傅们带回工作间，经过钻孔、打磨、穿绳，最后就制作成了独一无二的冰球钥匙链。这些操作看似简单，但每一处细节都要精雕细琢，比如碳纤维的球杆在打孔的时候极易造成断裂，所以师傅们都要垫上软海绵垫，用巧劲儿打孔。而且为了保证钥匙链不扎手，师傅们要先用锉子粗磨，然后用磨刀机精细打磨，最后再将晾洗干净的冰球鞋带平均分成八等份，打结固定，贴上参赛国国旗或者年味贴画，这样一个冰球钥匙链就制作完成了。因为这个特制钥匙链重量轻，且不易丢失和混淆，所以冰之帆的师傅们在制作了12把更衣室钥匙链后，马上接到了来自五棵松冰球馆的订单。由此可见，这个凝聚着师傅们巧思妙想的冰球小物件是多么的受欢迎。